杨帆哥哥，你走我心酸，请喝了这杯醋，体谅妹子的一片心。妹子，你再给煮俩饺子更好。吃什么能长这么高？吃什么不重要，就你想要看您的老婆。只想能够与你一起再醉一回。音乐又混响，无数的心跳等你出场。我放开了胆量，我放纵了想象，这一刻让我尽情张扬。闪闪闪闪闪闪亮，是金子总会发光。欢迎大家收看由9999黄金专家孟庭苑独家冠名的黄金一百秒。有人问我，在黄金一百秒的舞台上呈现的究竟是专业的才艺还是业余的？我的回答是，它是生活的才艺。评价生活的艺术，咱们不能仅以水平高低作为唯一的标准，还有真心和真情。没错，这时候还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拿出您的手机预测谁会成为本场的黄金选手。我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一起预测，如果您竞猜正确的话，将会获得我们栏目组送给你们的精美纪念品。来吧朋友们，这里是黄金一百秒，第一位挑战者，你在哪里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杜鹏，我是杜航。我们哥俩来自于富春岭市杨家镇镇阿子布村，这次来到黄金一百秒的舞台上，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，加油！掌声有请杜鹏、杜航。杜鹏，双胞胎。对对对对对对。谁是杜鹏？我是杜鹏，我是杜鹏。那你就是杜航。对。哇、哦，恭喜你答对了。现在你们二位是学生还是已经没有没有工作了？在长春，我家老家是公主岭的，现在长春打工，一家饭店当服务员。这个公主岭的人，跟铁岭的人一般都非常有才。哦。公主岭李玉刚，铁岭我。那个带领字的都有才。那个李玉刚公主岭人模仿反串，这个很厉害。我也可以试试。嗯，你们也可以反串吗？可以简单的唱两句吧，试试吧。直接挑战李玉刚。不要说谁是谁非，感情错与对，只想梦里与你一起再醉一回。重点来了。难就在一瞬间，是非对立心思变，爱恨两茫茫，问君何时眠。谢谢谢谢谢谢。为什么要报名参加黄金一百秒？挑战一下自己，实现自己的一个儿时的梦想。什么梦想？舞台梦想。祝你们好运。来，谢谢。说出我们挑战口号。是金子总会发光的，请登上黄金舞台。谢谢。来，点燃我们黄金一百秒的热情好吗？计时开始。一
首《东北人》献给在场的每一位好朋友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谢谢。东北的爷们儿有万丈豪情，大碗喝酒高粱红，心胸宽了咱们身板硬，吐口唾沫都是钉，冒烟的雪，西北的风，天地之间任我情。实实在在，东北的姑娘有火辣辣的心，快人快语多么知心，淳朴善良她有美丽聪明，醉了天下多少眼睛，恨了一个人就冷如冰，爱你她就是这里疼，成功！祝贺杜鹏、杜航！谢谢！小小的礼物送给你们，很棒，你们俩的台风很稳，没错。继续努力，好吧？带着这样的感觉，好，加油！谢谢，谢谢观众，谢谢大家。这里是黄金一百秒，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？金德公来面带情，但不知大家好，我叫李瑞仙，来自山西长治，我是一名戏曲演员，同时也非常喜欢唱歌。今天我来到黄金一百秒，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让两位主持人醋意大发。掌声有请李瑞贤。你好，瑞贤。哇，你好，欢迎欢迎欢迎，非常可爱的、非常淳朴的一位妹子，啊、很民族风哦。这个哎，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就是把我们山西民歌、山西的特色献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，希望你们多来山西，谢谢。山西的民歌好听，然后我们想学的话，就是应该抓住哪几点才能唱好？山西民歌吧，都是两个人，都是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哥哥妹妹都是这样的。对对对，好多这个主题是这样。然后我要唱的时候，我就希望那个杨帆哥哥吧。啊，我配合你。对，我要唱那个山西民歌《走西口》。好好好，哦呦，还有道具。那这个是？那个是醋，是我唱完的时候让杨帆哥哥给喝了。好，来，这个我愿意放，来，递给我就行。哥马上就要出差了，想最后再听你唱一首歌。哥哥儿，你走。我还怕他抽抽过去了。不讲捂死你妹妹啊！只盼哥哥早回家门口。
杨帆哥哥，你走我心酸，请喝了这杯醋，体谅妹子的一片心。那是他喝了，他胃酸。妹子，这是陈醋是吧？对。我一口干了它，你确定哥还能回来是吗？没关系，你喝了醋你就算了。杨帆历来喝什么都是一饮而尽。真的很酸的这个东西。妹子，你再给煮俩饺子更好。真的，你这歌啊唱的，我的心里啊，我的嘴里都是酸酸的。谢谢两位的精彩表演啊。说一个很客观的问题啊，一般专业演员到我们这个舞台上来说，观众在评判的时候标准就会更加严苛，你要有心理准备啊。有。带领你的秦妹妹说出我们节目的口号来。好，哥哥最后临走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对着我们摄像机的镜头，用咱们的家乡话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好吗？是金子，总会发光的。好嘞，算哥放心了。李卫先，请登上你的黄金舞台。谢谢。他身上有浓浓的山西的那种淳朴，那种真诚。我身上有浓浓的陈醋味，我已经闻到了。黄金一百秒属于你，李卫先，好好把握。谢谢。来，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。对吧，爸爸的那哥哥俩俩上那是一个水，那就是我那有娘的儿那妹妹。很原生态啊。儿妹妹哥在哥俩俩上哥哥呀，你在那哥哥。成功，祝贺李卫健。恭喜恭喜，这是真的吗？听完你的歌，你歌不走了，你值得拥有它。9999黄金专家孟静媛送给你的第一份小礼物，谢谢。哇，好漂亮哦。好的，谢谢谢谢李卫健，一起加油，休息一下。谢谢。这里是黄金一百秒，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大家好，我叫黄晨晨，目前是一名职业模特。我的梦想呢是能够环游世界，然后走上国际的 T 台。我会努力的，谢谢。掌声有请黄晨晨。哇哦！嗨，你好，我的天，太高了。我也来自哪里？来自河南。有职业模特？对对。哇，多高？净身高？80。我问一个，以后万一我有孩子了，有女儿，其实也替嘉明哥问啊，吃什么能长这么高？吃什么不重要，就你想要看您的老婆。你问的对，要我孩子长那么高跟我老婆没关系。
这事儿也有问题。在登上主舞台之前，在这里有做加分表演的准备吗？这边还有。你有加分的道具啊？哇哦！看，草帽姐走秀，然后提着菜篮子走一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秀。需要男模配合吗？需要。太看了啊，今儿篮子里就剩这么点了，抓紧买。说就是很多模特想在这个舞台上展示才艺，成功的不多。嗯，我希望你是一个全新的开始。谢谢谢凡。加油，来说出我们的口号。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加油，请登上黄金舞台。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，加油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，为什么流浪远方。黄金一百秒，下一位挑战者，你在哪里？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湖北的潇洒小姐费璇。现在刚毕业，从事的是舞蹈教育行业，希望有一天能有自己大大的舞蹈学校，希望你们能喜欢我。掌声有请费璇。杨明哥好，方哥好。你好。好。哇，采访权交给杨帆。他说让我先访，说明你很漂亮，要谢谢嘉明哥。谢谢嘉明哥，谢谢嘉明哥。啊，确实很漂亮。那我不客气了啊。你好，怎么称呼？你从来没客气过。费璇，那你现在的职业身份是？我是从事舞蹈教育，刚毕业。舞蹈老师啊？对。编排能力、编舞能力是不是一个舞蹈老师必须具备的素质？对。所以刚刚有看两位那个开场舞。嗯。还不错了。但是可以更好。哦，对，还不够好啊。重点是后半段，还可以更好。我就感觉已经很有范儿了。但是我们可以把那个动作更生动一点，可以教您两个动作。那老师可以更活动起来。五六七，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咚哒咚咚 pose， 五六七八。OK， 我们再来一遍，好，很简单。
不用了。你学舞蹈流口水干嘛？作为一个资深的舞者，就是你简单几个小动作，我已经找到了其中的精髓和重点。首先，我的眼前要有画面感，我要想象我做这个动作为什么。想前面我就是李佳明，先啪啪脸这俩电炮，然后你这还有夸挠他，是吧？我看行。印象老师。所以舞蹈老师听到我们的开场曲，可以现场来创作。对，就 solo。来，音乐响起。来，杨帆，我换你。灯光一刷亮，音乐又不响，无数的心跳都一起唱，放开了太阳，放纵了想象，这一刻让我尽情张扬。我是送给舞者，因为你这歌我们每期都听。我刚才那个动作呢？那如果音乐一转的比较哀伤一点的舞姿，是不是也会有变化？对，来音乐起。那一年的黄金时光留下太多愁，来不错。不要说谁是谁非，感情错与对。只想能够与你一起再醉一回。掌声鼓励。爱恨。啊，我喜欢你们俩这一段。但是你知道，你要面对他，你在唱歌的时候，哇，那个火辣眼神，心跳可快了。所以你是业余歌手嘛，你不是职业歌手。啊，但是人家是职业的舞者，专业的老师。你今天说实话，你的打扮很像歌星。对，今天其实我的专业是舞蹈嘛，但是今天我想站在这个舞台上，也展现自己，看自己有没有更多的可塑性。哦，很棒。谢谢。来，接下来的主舞台属于你，好吗？好。来，大声说出我们的口号。是金子，总会发光的。我来了。你登上黄金舞台。黄金一百秒计时。开始，加油！你知道一年又何妨，我要祝福这个世界，我扯掉所有阻碍，只要再见一切，幸福只要面对得了，不需要训练，做人要潇洒一点，我找到世界。真是舞蹈编导，听到什么样的音乐他都能跳。谢谢费璇的参与，这里是黄金一百秒，
下一位挑战者，你在哪里？在北京的明珠城怀柔，有两位大侠行侠仗义，为民除害，人称怀柔侠客。他们神出鬼没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面目。而今天，他们要在黄金一百秒的舞台上揭晓一切。了不得的不得了了，这是要上演我家乡川剧里面最耀眼的绝活了。两位大侠，哎呦呦，哎呦，啊，原来是两位女侠呀。两位女侠憋坏了吧？自我介绍一下。两位女孩子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怀柔侠客。啊。我是姐姐，我叫刘心媛。我是妹妹，我叫刘心意。二位是以这种表演为生吗？不是的，不是。哦，那你们的身份是？我现在在一家国际教育集团市场部工作。国际变脸专业。那妹妹，我现在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研一，今年哦，研究生，师范大学变脸教育系的吗？那你们今天你这都变完了吗？对，上这你我们是怀柔的侠客嘛，一般都是行侠仗义比较多。你们是路见不平是吼啊还是动手啊？我们是用以德服人，以情动人，以真善美感化人。侠客成仙了。就比如碰到坏人了吧，你怎么用真情用真善美打动他？假设杨帆哥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魔头。这一点无需假设。角色需要那个大魔头。那么我会采用以下的几种方式来感化你。把钱掏出来，完你啪，女侠出现了。孩子，孩子，为何你这么坏？欺负欺骗，为何你做出来？学会做好小孩，相亲相爱，关怀就在心中，充满色彩。我不听。乖乖。不行，我怀抱，我不会回去，只为你打开。乖乖，要真心悔改。我永远是你最爱的。不行，我是个坏人。第二步就是要净化你的心灵，我选择跳。孩子，孩子，为何你这么坏？欺负欺骗，为何你做出来？学会做好小孩，相亲相爱，关怀就在心中，充满色彩。乖乖，就是不管是唱还是跳，你必须得是这首歌，我就感化了，对不对？这个行侠仗义的这个方式，唱跳，有这个时间吗？有啊，这是需要一个治疗的过程。那我感觉我还是有心存一点邪念的。那就要最后一步，用美。我美了，美了，美了。看着我的眼睛。有什么样的心情？眼影有点画重了。注重内涵。你要不我看会儿姐姐呢？本气难改呀！你看着妹妹，想着姐姐。确实，你们俩很神秘。我们知道你的现实职业，你们又会绝活，那究竟你们
我们还有一个更绝的绝活。还有。曾经拿过国内国际的大大小小66枚金牌。你们俩一起拿的。对。就是66枚金牌。对对，电联大赛，一个很正规的国际性的比赛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央视的大舞台，也希望能在这里实现第67枚金牌的梦想。好、哦，说到这儿，终于你们就是奔着金牌来的。是的，要在这个舞台上给我们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揭晓谜底，我们就不在这儿露底了，好吧？带着这个悬念，来，两位侠客说出我们节目的口号。对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，加油！有请两位侠客先换装再登台。我们的两位怀柔侠客换装结束，我们非常期待曾经给他们带来66枚金牌的绝活究竟是什么？马上第67个，黄金100秒计时开始，加油！小小有只歌，独轮车呀，是同一个人吗？你唱过，我也唱过，千家万户都唱过。他呀，你我红罗山，迎红关，迎银河，他带着家乡奔世界，幸福的是一路。造成吗？确认，这就是刚才那两位侠客。刚才因为你们一换装，我们都不认识。对，现在给我们揭晓那66枚金牌怎么得来的。我跟姐姐参加的是独轮车世界锦标赛，每2年举办一次世界性的比�赛。我跟姐姐连续参加了3届世锦赛。还有国内的各种各样的比赛，对吧？对对对。而且你是研究生，她本身有工作，这纯粹是你们的业余爱好。对。这不是拿到了66枚金牌。哦。来，祝贺祝贺二位，继续努力，好吧？来，掌声送给怀柔侠客，谢谢大家，加油加油！这里是黄金100秒，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？我从20岁就开始演出，到现在已经有10几年的演出经历。听说杨帆老师很会模仿。那我今天就想和他比一比，看到底是他会的多还是我会的多。掌声有请崔建国。你好，建国。杨总，你好。你来，大家好，我叫崔建国，来自陕西咸阳，现在是一名歌手。今天我特别激动，咱们俩比一比，让我放松一下。等一会儿我上去的时候我就不紧张了，好不好？哇，哎，建国，我喜欢你身上这股霸气。别的选手要挑战他的时候都很客气，我们请教请教。他是想跟你比一比，让他放松，放松一下。我你上去了，我紧张了。你点吧，你点吧。
那是这吧，您模仿一下杨坤，我模仿一下阿杜，好不好？记得那一天，上帝安排我们见了面，我仿佛看到了命运的终点。重点是左腿啊！你阿杜，他一定很爱你，比我会讨好你。分手也只是一分钟而已。这李玉刚他一定很爱你，比我会讨好你。掌声鼓励一下好吗？谢谢。真的，我还是有点紧张。真的，杨帆老师特别棒，真的。也就是说，现在适得其反，我看得出来他越来越轻松了，你越来越紧张了。最得意的，最得意的模仿对象，好，把自信找回来。你先唱。我们来猜。我和你心连心，同步地球村，为梦想千里寻，相会在北京。好，镜头摇到这边。你还上瘾了，调起高了，建哥。知道了吧，我们这个舞台尽管充满着梦想，充满着轻松，但是真的挑战无处不在啊。真的特别厉害，真的特别佩服您。我希望你能够放松一点好吗？对，放松的方法只有一条，忘记杨帆。我下体也凉快。来，建哥大声说出我们的口号，在主舞台上证明你是金子，总会发光的。加油，来，请登上黄金舞台。忘记杨帆，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。大家好，我为您演唱一首《轻轻地告诉你》。啊，他留了一首，他不是忘记我，他忘记他自己。让我轻轻地告诉你，轻轻地，轻轻地等待，分享一段寂寞，一段快乐，还有什么不能说？我的天哪！慢慢地靠近你，轻轻双手你还要我。尽管崔建国在舞台上已经出了奇兵了啊，对啊，模仿童声啊，嗯哼，但是好像大家一听他的歌声是认可的，就接受不了这个形象，星星接受，但是确实很有才啊，有意思有意思，想不到，这里是黄金一百秒，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？大家好，我叫马江边，我来自山东省潍坊市哈定区河滩镇。我平时在家里吧，
除了种地以外呢，就是收破烂。这样这种生活呢，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快乐，我也感觉到很知足，很高兴。掌声有请马江斌。你好，马先生。你好，江斌。你好。收废品。对。我辛苦吗？这个虽然辛苦，但是呢很快乐。在成家了吗？有孩子吗？成家了，啊、也有媳妇了。有。也有小孩了。哎，我一直在想，收废品，再加上他的这个性格，他会有什么样的绝技？能报名参加，而且进入我们最后的？我告诉你，收废品的绝技还不知道。首先就是吆喝，你没有好嗓子，你不得招呼大家来。我给大家吆喝两句啊。哦，那你吆一下。收破烂，收塑料，收地膜，胶线、两线、塑料线，塑料管子、破麻袋，谁个家有都拿出来卖了啊。还是很温柔。你这个吐字清晰，一般不得拉长音什么的吗？他那个实际上这个怎么说呢？这样说吧，他往往这个人他不出来。所以先亮一嗓子。我就在他家门口里，我就不走了。我也在那待着，我就开始唱了。还有没有别的？啊，莫大收破烂嘞！哎，一唱我他就出来了。你还别说，然后我还是没开门，然后怎么办？继续。没开门就啊，莫大百花丛中最鲜艳，收塑料嘞。我就一直唱啊，我倒是把它唱出来。哇，你要这么唱，我在家里听到，哎呦，蒋大为老师改行了。家里人来了吗？来了。啊。哦，那是、那是你的宝贝儿。困了。不吵醒你了。挺好的，也刚好利用这个机会带着全家到北京来旅游一下啊。来，江斌，用你生活中最洪亮的嗓音说出我们的口号，一定要有气势。是金子总会发光的，请登上黄金舞台。普通话也不错呀、哎。他的歌声真的是来自于他的生活。准备好了吗，江斌？准备好了。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。谢谢。他的歌声真的是有一种来自生活的那种真实的力量。没错，很朴实。没错，这里是黄金一百秒，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？
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青岛的一名保安，我叫邢志源。平时呢非常喜欢唱歌，这次能登上央视的舞台，希望能闯关成功，给爸爸妈妈一个惊喜，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，加油。掌声有请邢志源。你好，你好，嘉宾好，你好，志源，邢志源，很帅气，啊，平时要成为一名好保安，你们在训练培训过程中有什么样的要求呢？那有敏锐的洞察力，要勇敢，要勇敢，没错，对对对，最重要的，遇到危险要冲上去，对对对，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职业？我也想过，想过一些北漂的生活啦，或者是到各地去闯荡一下，但是因为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，然后身体也不是很好，然后我们家需要一份我需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支撑着这个家里。所以你有梦，你也想像其他年轻人那样去闯，但是是有梦想的，更重要的你是觉得要给家里一份尽管不是太高但是他稳定的收入。你是个孝顺的孩子，所以此时此刻暂时把你的工作其他的事放下来，只想自己的梦想。好，好吧，来大声说出我们的口号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，请登上黄金舞台。让我们接下来在100秒里走进他梦想的世界，计时开始。总是向你索取，却不曾说谢谢你，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。他演唱得非常非常的投入，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，微笑着说回去吧，转身泪湿眼底，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，多幸福少去安康。时光慢些吧，不要再让你别老了，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流，一生要强的爸爸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，微不足道的关心收下吧，谢谢你做的一切，双手撑起我们的家，总是竭尽所有把最好的给我，我是你的骄傲吗，还在为我而担心吗，你牵挂的孩子啊长大了。挑战成功，非常非常喜欢你投入的演唱，你的歌声可以迅速让大家带走进你的世界，没错，非常投入。歌词的最后一句，你牵挂的孩子已经长大了，唱这歌的时候眼前有没有出现画面？有。唱给谁听？唱这首歌特别想送给我的爸爸妈妈，因为他们把我抚养这么大特别特别的不容易。你很棒，你做得很好，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讲？我想对爸爸妈妈说，爸爸妈妈我爱你们。妈妈，来给妈妈展示一下，妈妈我成功了。你成功了，继续加油，谢谢努力，掌声送给新队员。加油，谢谢这个。这里是黄金一百秒，下一位挑战者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
大家好，我是陈长军，是一个木匠，我做的家具在我们这儿小有名气，看这些都是我的作品。来到黄金一百秒，我希望我的家具能让更多的朋友们为我加油吧。掌声有请陈长军。你好，欢迎参加黄金一百秒。我好喜欢他的笑容哦，特别特别朴实。您这个有点像是一种制服，一种工作服。哦，这是干木工用的。不是你木工的时候穿的衣服。木工穿的。哦。因为现在这个家具特别木工，很多集生产线很快，而且还有那种爆花板的。现在这个家具啊，是确实是，要是摸不清楚的话，买不到纯实木的。我的家具现在。但您敢保证您的是纯实木的？我敢保证，我绝对是纯实木的，不掺假。我的家具都消防省内外。所以我觉得今天不管怎么样，能不能得到这个金项链金牌，您至少站到这儿，也算给您打了一个广告。没错。喊出我们的口号吧。是金子总会发光。有请陈长军登上黄金舞台，加油！准备好了吗，陈先生？好的。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，加油！选这首歌，那个高音得高到什么程度？挑战者，你在哪里？这名字叫陈贝贝，是要整个地。大家好，我叫陈贝贝，来自浙江温州。我就不要按下头表情。今天来到这个舞台呢，我就是想把好听的歌、好听的声音带给大家，谢谢。掌声有请陈贝贝。你好，主持人好。哇，你好，贝贝，来自哪里？我来自浙江温州。工作了还是学生？毕业一年了。之前在酒吧唱过半年多，然后现在暂时是没有做什么事情。那你学的是演唱这种酒吧的流行歌？不是，我学的是民族声乐。我们能先听听你民歌学的怎么样吗？那我就唱几句。
专业嗓，音色都好像邓玉华老师哦。你觉得你的通俗唱法会比民歌更加的吸引人？有可能吗？一会儿你们听了就知道。哦，待会儿邓台是给我们带通俗。对。来，你说出我们节目的口号。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有请贝贝，请登上黄金舞台。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，加油！大风起了，雨落下了，草也落了，树叶也黄了，春天走了，秋天来了。下一位挑战者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大家好，我叫黄凤龙，现在在深圳工作。我把绘画融入舞台表演，打造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表演画派。哈！你看我行不行？掌声有请黄凤龙。哇哦！你好，凤荣。你好，来跟大家打声招呼。大家好，我叫黄凤荣，来自深圳大丰油画村的。我是一名画家，但是也是一个绘画表演艺术家的这种。也就是说，把行为艺术和绘画艺术、表演艺术融在一起。对，你敢想？是敢想，我也敢做。嗯。我有个心愿，我在这样的舞台，希望大家不单单欣赏我的表演，而且还可以解读我的作品。有没有什么成果让我欣赏欣赏？我特地为你们两位准备了一份我自己的礼物，自己的礼物来上一下道具。哇哦，这是属于一百秒之前的开胃小菜，对吧？对，三二一，对了吗？别动，看得有点晕是吧？这是你的原创吗？用碎纸片来创作？对对对对。哦，它有细节，你看我脑门上是黄金一百秒。你看，活力、优雅、坚毅、突破、睿智、幽默，我的天，哪有那么好？哎，哪有那么好？你把这贴错了，我撕下来。说的还是挺对的。我说的这只是一个开胃小菜，哎，它只是让大家更有胃口、更有期待。接下来主舞台的黄金一百秒。更让大家期待。来，那我用我老家的话讲好不好？老家在哪里？福建莆田。福建人吗？啊，莆田好地方。莆田是金柱站起要拍工拍工拍工。来，黄龙，请登上属于你的黄金舞台。我们这个舞台属于所有对艺术有梦想的人，尽管只有一百秒，但是对于真金来说，发光时间足够了。计时开始。现在给我们的感觉就好像是在一个黑的布上面把它打湿了啊，就一下子把大家的好奇心就提起来了。
他要干嘛呢？但是大家的耐心也，哟，这是什么呢？加表演了。是呀，自称表演艺术家吗？哦，这时间不多了，还没明白怎么回事，抓紧时间，最后十秒，最后十秒。六五，小子挑战成功。他这个把金粉往地上撒，他是最不需要金项链的啊。我们帮你，这个是给嘉明哥一个最好的礼物。谢谢凤荣，谢谢凤荣，我再给你拿一捆金项链。太好了，这是我们一个小小的心意啊。对啊，对对，也希望这样的金项链能够带给你更多的灵感。恭喜你，谢谢凤哥，谢谢，谢谢嘉明哥，谢谢严芳哥。来休息一下，这里是由9999黄金专家孟君元独家冠名的黄金一百秒，第一环节的一百秒挑战全部结束，再次掌声请出第一轮晋级的佼佼者。根据我们的规则，只有在第一轮前三名的选手可以进入再战一百秒。第三名李卫先，恭喜，祝贺率先登场的李卫先。第二名属于马江斌，哇！第一环节第一名的得主就是黄凤荣，哇！恭喜黄凤荣。在这里也要感谢我们其他几位在第一回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，谢谢。与此同时，预祝进入我们再战一百秒的各位选手好运，稍事准备，谢谢各位。现在的舞台属于现场观众，如果你同样能够战够一百秒，可以获得由9999黄金专家孟君元提供的一份奖品。好，在这里呢，也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，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预测谁会成为本场的黄金选手。预测正确的话，将会获得我们栏目组送给你们的精美礼品。来，现场充满才艺的观众朋友们，你在哪里？唱什么歌？谢晓东老师唱的《中国娃》。计时开始。最爱最爱最爱喝的水呀，永远是黄河水。你的一生太阳是能把那雪融化。最爱吃的小粽子是葱白豆腐，一清二白清清白白，做人也不掺假。最爱穿的鞋子把的毛尖穿上去。对不起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为什么看不到来哟？如果没有天上的水哟，他努力的想唱出两个双声部的差别。哦，那就是刚才唱的那个是女生，这个是男生，对，豪爽的情侣。谢谢现场观众的参与，9999纯金奖牌我们请出，我们的挑战还要继续，马上要进入再战一百秒。
再战一百秒，首先掌声有请李卫贤，掌声有请。接下来掌声有请马江斌，有请。接下来有请黄凤荣，有请。像你，不能是我，我长得没有那么乱。哦，提速了。
个没错，师姐。什么呀？这根本就不是我，这不是周华健吗？这是严肃派的。来一种表演，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，再多一点点温柔。来，掌声送给黄凤荣。同时，掌声再次请出另外两位选手。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请拿起手中的投票器，请记住他们的编号：一号李卫先，二号马江斌，三号黄凤荣。喜欢谁，投上他一票。来决出我们本场的黄金选手，请投票，请投票。观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9999黄金专家孟君元独家冠名的黄金一百秒。投票结束，这枚沉甸甸的黄金奖牌谁将戴上？杨帆，请用你的行动发表你的观点。杨帆将会站在他心目中的黄金选手身边，和他一起站到底。思前想后，我决定我要支持的是我身边的马江斌。我觉得因为我喜欢他的歌声，而且他的歌声来自于他的工作生活当中。马江斌，黄金选手。现在我将宣布本场比赛的最终投票结果，从第三名开始。观众支持率第三名的选手，他的名字叫李卫先。本场冠军，9999纯金奖牌将会戴在马江斌脖子上。祝贺！笑声笑得高兴一点，好不好？他有点太淡定了。再次祝贺马江斌，大声说祝